那你就赶了炖奶啊，那个嘞。那个给毛衣哥师傅，那个走嘞。马哥今天正式进新房子，然后7:30的起床过来帮忙嘞。切了红辣椒，彪哥的芋头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那个我来拿。大哥。嗯，看烤呀，可以了。要不你等等，用个半半个老大的。这个白切。那么晚办的。把那切没来切哟。哈哈哈哈阿哥呢？还在教室。他还在教室啊？他挨流了是不是？嗯。不知道。是不是啊？嗯。要不然让他在这里跟老师吃饭了吧？嗯。我们回去啊。嗯。嗯。马哥今天的第二餐，6点多钟才开餐，然后现在过来接小孩子，不会那么早了，因为小孩子都没放学。第二餐的话，应该有6桌、6、7桌。给他买了橡皮擦，或者还要买的，还要买什么？铅笔啊，还要买什么？铅笔啊。另外买一盒是吧？不行啊，因为我买了很多，都把它跑到哪里去了？我先用了呀，全部都用了。嗯。阿哥都买到了，走。快去洗澡吧。开饭了。